今天想介紹給大家呢，就是這個水光針精華。這個水光針精華呢，一盒有兩支啦，其實呢我真的覺得很抵用，200元都不用，有兩大支精華，因為一支呢其實呢是超過用一個禮拜。咁其實我以前咧有介紹過呢一支水光針精華啦，就係可以咧搽落塊面度，跟住你揾機度入又得啊，或者按面都得啦。咁咧嗱，即係佢輕輕咁切一支，咁咧就已經有啲精華。佢咧個保濕效果咧真係好好，同埋咧搽完出嚟咧係有光澤，會靚嘅啲皮膚。咁重點係咩咧？重點即係講真啦，水光針精華或者精華呢啲咧，即係市面上真係好多。但係咧，就第一嗱，真係水質好重，係好易吸收，同埋我覺得重點都係講翻個重點，重點就真係好抵用，因為200蚊都唔使，已經係有即係可以搽到超過半個月嘅份量。因為我比較搽得多嘅，咁如果唔係咧，可能一個月都搽。所以咧，呢個咧係其中一個咧，我夏天尤其是覺得不需要搽太陽的產品的時候，一個很好的精華，很濕潤，大家看看，一啲都不難推開，真的純水，即係好水分的精華。所以這個是我很喜歡的，亦都推介俾大家。